最喜欢做的事是什么？庄静怡啊，我都很喜欢的，不过是80年代青春玉女庄静怡。但是现在走大样了。我知我知，女神长了好多嘛。我知我知，做揽玉横飞啊嘛。哼，52岁人算 keep 得好的啦，仲有惊喜添。不过有些东西就 keep 不到呢。97年退出娱圈，移居 Canada 做少奶奶，回来香港不识路、啊。好在最后靠地图，不用迷同记。叉失精义，不知外形师奶，连内心都师奶化，转口街边档同平价货，真是悭家啦。叉失刘少明都知道静怡翻咗嚟噶啦，仲话佢依家同老公做紧汽车生意，凡事都亲力亲为，生活得好开心噶。咁幸福，连师奶又有乜所谓、啊？